谁踢你？你跟他口吐芬芳啊，铁子。我跟你说啊，你这封一个月的，是因为他被封了四号了，知道吧？封了三四号了，他妈第四次，他妈直接一个月最后一次，他妈直接就他妈永你久再了。刷屏信不信我给你来一波啊？你们啊，你们喜不喜欢母老虎？要不然我等下去虎牙上，呸，不是虎牙，某牙上叫几只叫。那小台湾啊，那小小拉拉，你带我俩刷屏，我给你安排一波的啊。举报一波吧，那866，滥用公屏。铁站，你再多刷点儿，来。动起来呀、啊！